好哈，欢迎来到万里中国的活动现场。三峡有大树，大树有好茶，品尝大树老的茶，感受来自中华四川奉节的独特的茶文化。我是重庆理工大学驻奉节县大树镇曹木村的第一书记钱云婷。今天呢，由我为大家来介绍这一款来自东方的古茶树，起源于清朝末年的这个古式炒茶文化，让大树老的茶的制茶过程充满别在哪里奇妙，最终呢保留茶叶的独特香味，还有影响。本草现在开吗？老鹰茶有止咳、祛痰、平喘、消暑等神奇功效。山沟沟的古茶树也成为爆款产品，这背后离不开奉节县大树镇省委政府加快对老鹰茶的市场布局和产业布局。大树老鹰茶先后获得重庆好茶、中国西交会最受市场欢迎产品的称号，被主流媒体誉为中国新一代的富含氨基酸的国宝级的长寿茶。面对各方的关注，大树老鹰茶将继续秉承绿色、健康、品质的运营理念，在打造有奉节辨识度的中国好茶的道路上，故居修道，方志远。好，谢谢大家。